近日，伊能静带儿子哈利到日本东京过暑假，日前畅游迪士尼乐园之后，转到有温泉之乡之称的箱根，搭电车赏风景，享受当地悠闲的气氛。伊能静忍不住对哈利说：“儿子，你不要长大，我也不要长大，好不好？”他还在微博大方秀出跑堂照，44岁的伊能静穿泳装露小蛮腰，皮肤白皙，小哈利调皮的在他背后探出脑袋，模样十分可爱。凤凰视频整理报道。